我们这里有的磐石的战友，有来自五月花的战友，有来自香草山的战友，啊，还有很多的大咖的在这儿，我们都看到了。我们新中国联邦战友自发出现在这里，要让那些为中共卖命的律师听到我们正义的呐喊。我们要让美国人知道，他们拿着中共的黑钱坑害中国人，把中共严重渗透美国法律系统、司法系统、金融系统的真相告诉全世界。只有这样才能让美国人看到，中共正在一点点地把美国推向地狱，把世界推向地狱。这样和平的抗议行动，每一个心怀正义的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做。在庄严的美国法律保护下，我们非常自信自豪地为我们的自由而呐喊，为消灭邪恶的中共而呐喊。在抗议现场，每递出去的一张传单，每一声呼喊，都会让中共的走狗律师和邪恶的普恒律师事务所惧怕。战友们为自由而战，此生无悔。我们的公益来呐喊，所有的战友，如果你们看到我们，如果你也想加入我们，我们欢迎。